庙会，菩萨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这个西加加，阿弥陀佛。今天是 Interpret the auto type specify。Specify 那个微软官方的方法是什么 ？Specify 指示词，指示 specifier。改成 Visual Studio。就是翻成规范，specify， 符 specifier， 指定名称 ，the name given to。一个被给定的名字是用来 to 一个为了这个程式设计的实体给定的名字，采取的 class of variable。所以，其实那 specify 指定名称和 identify 就是类似的。就是说像就像那个类别和变数一样，是。一个程式设计的主体实体 entity， programming entity， 看它这里呢，原定是。显示回忆窗口，什么叫回忆？我重新的启动字按钮翻译 ，Ctrl Alt A 就可以了。我什么？可以试一下。固定弹出是否保存最近的工作，也是翻译器按钮上面。要不要固定弹出？翻译双击，用快捷方式翻译 ，auto 就可以翻译。没有。是真的，tempting， 让它固定位，它会怎么？快捷真的，有 pop 跳出来的气球，不固定的弹出事情。要保存才行。保存不行。我走的快捷方法。这个还不错。I'm translating。捐献啊！最近花很多钱，刚刚又到里仁去买一些东西啊，是见谅啊，不是说你看，
刚刚来分享了，你刚好刷卡一二三四，怎么样？哇，这个消费金额真的刚好是一二三四的很巧，每次都忘记了分享了。真的跟国文很有关系啊，国文，因为只是它毕竟是个语言嘛，只不过它是程式或电脑语言，这是 TypeSpecify ，Auto 这个是型别的指示词啊，这里Specify 它这里是说。这是实体吗？Entity。让它自己关掉，这是固定的。中文的翻译是说。额头的型别指示符，仔细，我这个必读的了啊。拿个放大镜来精读，这个是 C 加加十一进引进，我们前面看过，现在已经是17了，还在十一，17吧，我没弄错吧？对吗？这是名称吗？是的。17了，他都买了11。It is not uncommon to want to store the value of an expression in a variable. Store in a，你看，字形结构。冷静去分析，就像算数学题，不见题目，只见了关键字，对吧？Store in，把什么东西存在变数里头啊，是不寻常的啊，不是常见的，是希望把运算式的结果存在一个变数里头，怎么会不常见呢？想要表，你看，读 Google 地图一样按 Auto 键就可以了。之前没有耐心去看它操作方式，想要将表达式的值存储在变量中，并不好啊。哦，对不起，not uncommon 啊，我说奇怪，怎么会很常用啊？哦，it is uncommon，不，它是不寻常的，那就啊。很罕见嘛，那拿的不是不寻常就是寻常不是很罕见的啊，并不罕见。可以常常看到希望把一个运算式的结果存在一个变数里头，为了要定义这个宣告这个变数呢，我们有必要去知道。对啊，因为要储存这个运算式的值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运算式的结果的型别是什么，type 是什么。When we write a program，我们在写一个程式，it can be surprisingly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这些应该是破折号，补充说明。当我们写一个程式，可能会非常出奇的困难哦，令人惊奇的困难就出奇的困难。And sometimes even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哦。在我们写一个程式的时候是可能会出奇的困难，而且有时候呢甚至不可能去决定一个运算式的结果到底是传回什么行笔。按 Auto 应该翻出来。你看他翻这个翻的不错呢。哦，我们用它这个，那根本就是同一个引擎翻，对吧？ Google 翻译，翻的结果一样。在一个新的这个标准C 加加影像，我们可以让这个编译器去臆想出、猜想、设想这个型别，为帮我们去设想出它运算式结果的型别。想要这么做的话，就用透过用这个 auto type specify。我们不确定它 type 是什么 file， 你就用 auto， 让编译器帮你去决定，到底是。其实这个有点像 C 加的 VAR 嘛，关键是，不确定的型别。C 下面里头有 VAR 的关键字这个型别。不像那个型别的指示词啊，只是字啊，微软翻成指定方式，这当然不对啊，指定名称不对的，待会我只对错文言。不像型别的指示词啊，不像一般的型别的指示词，比如说像 double 啊，那 double 是怎样？name 是动词啊 ，name specify 啊，就是为一个特殊的、特定的型别去做命名。Double 就指那种型别叫 double， 给它一个名字。那 auto test compiler to deduce the time from the initializer。Deduce， 就是这个 auto 就告这个关键字，这个 type specifier 就告诉编译器说，帮我们推测，从那个建那个什么初始器啊，初始运算式里头啊，初始表述式或者设定式里头，去推算出这个型别 ，implication。A variable that use auto as its type specify， 根据刚才讲，当做它自己的型别指示词的话，指示字必须 have an initializer by implication。这应该就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言下之意。By implication。Implication。By implication。Implication， Implication， 你像一些，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变数。如果要用到 auto 当做
它的型别只是字的话，又一定要具备一个初始化呢？所以也就是你在命名宣告变数的时候，要加将此定义，含有初始器的 initializer 就叫 definition，没有初始器的就叫 declaration。那其实最好本来就是我们在用变数，最好都要把它初始化。忘记初始化的用户前面讲过，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这说明文字大概都说明下面，result auto item 等于对，那不知道它 val one val two 两个值啊，值一值二加起来会是什么？这两个值的 value 加起来会是什么型别？不知道，所以就 auto 定一个 item 这个变数，不知道什么型别的，让编译器帮我们决定它的型别是取决于 val one 和 val two 的和。传回来的，看意思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initializer。Initializer。那 type of item is deduced Deduced。from the type of result 就是 adding 把 val1 和 val2 加起来的结果。的那个型别就是 item 型别，然后这个 deduce 当然是 compiler deduce，对不对？compiler 编译器，这个没问题，这个 OK。然后 item initialize 这个 item 这个变数是被。initialize 被动式嘛，被初始化，被谁初始化？被 val1 和 val2 的和加起来的 result，结果。Deduced. Result. 在这样的程式或程式里头啊，我们如果写了一个这样的 definition 的话。这样定义变数的变化，这个编译器会帮我们预测这个 item 的型别啊，从这个包往上 auto 加了之后的总和传回的值的传回的型别啊，来决定 item 的型别。如果 y1 和 i 是 sell item object。1.59页，这个页码应该一样。对，是不是 item 19页？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69页。准备睡觉，今天至少把那个70呀，尽量。Item will have type sell item。如果这个两个值在它的型别是 sales item，如果它们是 sales item 的物件的话，它的型别就会是 sales item。If those variables are type double，如果那些变数就 val1、val2 是 type double，就是双精准度浮点数的一个型别的话，那么 item 还是 type double and so on。以此类推。Or is with any other types, we can 就好像我们用其他的 type specifier 一样，你用其他类型说明符一样，应该是类型指定符或类型指示符、类型修饰符，
指示指定会比较好了，说明根本就比较，可见 type specify 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double 就叫 type specify。这里是 auto， 就在 AUTU， 还有 double int， 当然也是，对，然后甚至 char， 这都叫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这就是 time space one 型别的指定。性别指定符，对啊，这个翻的还比较好。哎，我没背这个，因为刚刚说明过那个大陆的方法，性别类型说明。性别指定符。然后type specify， 哦 ，specify type specify 必须是类型的规范，啊、哦，所以它其实 specify 还是把它翻成规范的，真的，type specify， 指定符，必须要具名。这个句名啊、哦，子名嘛，也行，哦，啊。可以，这个定义很多组的变数啊，就用一个 auto， 就像其他的 type specify， 因为一个宣告里头可以包括 only a single base tag， 一个宣告里头只能包含一个单一一个基本的型别。The initializer for all the variable in the declaration must have type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所以一个宣告里头只能用上一个这个as with are consistent with， are consistent with， 必须彼此的性别要一致、因为一个宣告只能用一个单一的基本性别，那这时候、单一的基本性别你用的那个字关键 keywords 就是 type specify、你用 auto 跟其他用 double 啊 int 啊是一样，你后面可以用逗号来省略它嘛、哦、所以就像这个，对啊，我他这个意思就是指定一个 auto 这个型别的、哦、然后让编译器去算出来它是什么型别，那其实这个算出来它应该就是 in 啊，跟符号点数也可以用零，也是用编译器去决定，编译器可能前面他好像讲过一个规则，只要是哦怎么样他就取它，有没有最小还是怎么最近、啊、接下来也有一个型别未定的指针，然后是用 I 来初始化，所以你用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initializer，
会这样。哦，这很明显，这个 OK I is in， 对啊。然后 and the pay is a pointer to in， 对、啊，是一个指向 in 的型别的指针。Auto SZ 等于零 ，PI point I 等于3.14。error 吗？真的耶。Inconsistent time for SZ and pi， 我、哦、这个是 pi 啊，不是 pi。它就是圆周嘛，派。哦，所以你看那个一零，它与编译器，如果当编译器决定的话，零一就是 in， 它不会把它当成，虽然浮点数也可以有零这个字，啊、嗯，可是前面好像我们有学过，它零是算整数。我复习一下，虽然有点懒，但要把那个型别弄清楚一下。在33、32啊，啊，他有说，34、35也是性别转换，啊，当一个性别不够大的时候，它就会切成什么？之前常遇到的就是浮点之后切成整数之后，它会把小数点后面写一样，那英文叫什么 ？shrunk 还是把切断掉？啊、所以这个性别是讲这个性别要 consistent with、啊、consistent、compound time counts and auto 那复合性别看我这个 qualify 还有 auto 这个 type specify the time and the compile复合性别 count。啊，嗯。Time the compiler infer for auto is not always 精确。绝对 一致的，而是 initialize time。就编译器对这个为这个，只要你写 auto 嘛，就请他编译器带你去、哦、核定出它的型别是什么。那编译器核定出的行为不会总是和这个初始器、初始建构式、初始设定式都可以了。计算出来的那个型别是完全一致，我完合我了。嗯，因为我们英文能力真的不简单的，我看一下中文翻译也是这样。取而代之的不一定完全一致。我跟你运算书、或者这个定义的这个建构初始化器、初始器算出来的型别不一定完全是、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编译器呢会调整这个型别去适合去 compare to normal initial position you会调整个型别去配合迁就、这个一般的初始运算式或者初始设定式或者初始器的规则、初始的规则。那版本是说它的方取而代之编译器会遵循正常的初始化规则来调整型别。它翻得比我们好了。For us, as we have seen,And we use a reference. We are really use the object to reach the reference. First, 就好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我们用到一个参考，然后我们实际上是、用到了这个参考指向的那个物件、参考并不是一个物件，它只是一个影子、
个 object 的影子，它那个某个对象的影子。Rebounding object， 相应的对象。The corresponding object。特别是。In particular。当我们用一个参考。当作一个初始器里头的这个元素来用，那么很你缩小的意思，这个初始器就会The initializer is the corresponding object. Compiler use that object type for auto style. The duct 这是 deduce 的名词，作为这个 auto type 的预估的评估的结果构成。Deduction. Deduction.那个那个 deduce 的名词啊 ，deduce 的 d e d u c e 嘛，我这里变成 d u d d d u c t i o。当我们使用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初始器，该初始器就会是对应的物件，编译器会使用那个物件的型别来进行 auto 的型别推演，翻得很好。所以不是扣除。Deduction。真的非常好。推演两个字翻得很好。那个水准。休息一下，暂停一下。阿弥陀佛。对不起啊，这个差一点我又忘了播一起的录动时间线。没关系，刚刚那个只是复习前面录。你看我们现在几分了，你再看刚那个时间就知道我洗澡又花多少时间了。对啊，这边其实会用这个对象或物件的型别作为这个 auto 这个 type 的那个推演或者评估式啊，你评估这个 auto 到底是什么型别。Key here to view call image， 根本就不用 key in。这是一个参考，所以是用 ampersand。复习一下，这个叫 ampersand 号码，中文叫和号。ampersand。ampersand。一个 int 的变数 i。为什么他用 i 就是因为 in 的开头是 i 嘛？那初始的话 ，initialize 是用0来初始化 ，OK。然后一个 in 的参考，一个型别为 in 的这个参考叫 r， 因为 r 是 reference， 他就用 r。然后他是用 i 来做初始器，当然那个 r 的型别就是 int 了。那你就 auto a 用。R 来做初始器，那这个 R 是一个参考，所以它其实就是 I 是什么型别，它就是什么品种。那这里 A is an int，因为 R is an area， 所以它前面有介绍过，其实参考就是所谓的 area 词啊，就是别名啊，对 I 的一个别名。那一个中间一个转折像透镜。Which has type in？ 那前面 first， 这里就 second，
其次呢，首先，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用一个参考这样。那其次呢，就是它这一个段落是讲 compound time、cost 和 auto 的关系。compound time 当然第一个就是 reference，它前面也是先介绍 reference，现在后面要介绍什么 pointer 啊。其次呢，auto 这个 type specify。Specifier ordinarily ignore top level counts 啊，那 top level counts 跟那个 pointer 也有关系，对不对？顶层的这个 count 常数啊，所以 auto 它这个一般它都会忽略顶层。我们前面学的顶层和底层的这个常数 counts 的时候也提过。底层的是不能忽略的，因为顶层可以，对，65又了，对吧？可以忽略，顶层是可以忽略。那这一样啊，如果你用 auto 的话，因为顶层可以忽略它预设或者一般的情况，它都是忽略顶层的 count。就在63页，我们刚刚是做65页，对不对？63页，其实是2.4.3呢，它这页码跑掉了，不是63页，是我们是65页中文版，因为2.4.3就在24页了。这页码反而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要做它的65页。2.4.3，就像一般在那个初始设定是初始化一样，跟普通的初始化一样，一个底层的这个 count such as when initialize a pointer to count，当我们脸书的直播当掉。希望这个不会当。我接下来我录的就还有多少？应该还好吧，今天应该可以。对啊，还不到12点。然后我就，因为我插着可能过热，它又当掉。这个。就像一般的初始化，底层的 count such as when an initializer is a pointer count，底层的 count 就好像一个指针，它指上的 count 它是底层的。如果一个指针指上 count 的常数的话，它是会被保留的。底层的 count 反而会被保留，然后顶层的就会被省略掉。Counts in CI 是用 I 来初始化，它可能承接前面的。C 的话是 counts 的，C 是 counts 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常值的整数，CI 它是用 I 来初始化，这个 CI。这个前面学过，这个非常值可以转成常值，常值不能转成非常值，常值不能变嘛。对不对？这个是对的。然后呢，另外一个 cos in 常值的整数的参考是 CR reference，它是用 CI 来做初始化。auto b 等于 CI。那 auto b 等于 ci 的话，ci 是这个，这个是基底的，底层的 count，不是顶层的。count in，b 是 in top level count，
in CI is dropped 被忽略。丢弃 public accounts in CI B is an in CI auto C 等于 CR C is an in CR is an alias for CI whose const is top label、whose const is top label、这个是 top label 吗、top label 比较火陌生的我第一层count出现在复合型别的基础型别中，那顶层呢？一个物件本身的，所以这个是这是顶层没错啦，所以这个第一层的count是在复合型别的。基础型别才会有基层，这个第一层 low level 可能就跟 base 基础型的 base type base 有关。那它这个是这个东西，这个变数本身的，你看一个物件本身的 count 就是等顶层嘛，在64页那里，顶层的 count 表示一个物件本身是 count， 所以现在它本身是 count， 它当然是顶层。那顶层会被忽略，所以你用一个 auto B， 它用 CI 这顶层的 cos 来初始化的话 ，B 的话它是 int， 它没有 cos 被丢。那 CR 又是 CI 的代理人嘛，别名，所以你 C 如果用 CI 来初始化来 initialize， initialize 的话。那它也一样是，就等于是用 CI initialize 是一样的、CI 它 level 也是被省略了、它的 count 是 top level 顶层，这顶层哦，就等于是我们说权力核心呐、那它因为它本身这个常识。常值啊，当然它本身就是 cos。那复合型别啊，现在从这里你就知道什么叫 compound type。复合型别它本身是一个型别，有没有？用 cos 就可以区别。它 cos 在指标那里的话，指标本身是 count， 那可是它基底型也未必是 count。如果 cos 写在基底型别的前面的话，就表示基底型别是 count， 这时候是 low 类嘛。Low 这里应该像我们刚刚理解，就是跟基础有关的 base type 的 base 有关。然后为什么叫 top level？、就是它不是 base， 相对就是 top、就是目前我们学到两个复合型别嘛，参考 reference 和 pointer 指针指标都是有前面基础型别和后面它本身。作为 reference 或 pointer 型别的这个差别，那 auto D 等于 I 的取值啊，注意啊，这里不是在宣告区，所以这不是参考，这是取值 address 啊，所以这个 auto D 的话一定是个指针嘛，它既然用这个初始化，那它你是用 auto， 就是这里没有加个那个 ampersand。没有摆明它是指针，没有摆明它是复合型的。那你 I 的话是什么呢 ？I 的话，它可能乘前面是 in 的、那 in 取值的话就 O， 就跟 cos 没有关系。那 D 是 in 指针，对不对？没错啊 ，in 的指针被我们讲的。
对，因为它主要是这个 address of 的取值 operator 啊，取值计算值啊，这 percent of in object 意思啊。这个 ampersand 这一个整数型别物件的这个 ampersand 就是一个整数型别的指标，关键的。那 auto 一还不知道什么型别，那可是它是用都来了取值 ci 来取值的话，它一样是 pointer。那 ci 是 const in 嘛？const in，它取值。CI 取值跟它本身是不是 cos 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来了，它用它来初始化，它就是指向它的指针，CI 的指针，指向一个长直的指针，它本身未必是 cos。那这一种定义就好像我们说定一个 cos。in，然后指针 ampersand 的 e，然后没有给它初始化，这样有点类似这样。e is a cos in 的指针，e of a cos object is low level cos，没错，对啊。因为它的 cos 是在它基底型别那边，所以是 low level，所以它是一个 cos in 的指针。low level 的话，它可以被省那个嘛忽略嘛，low level 是不能被忽略的。底层会被保留。常数 int 的指针不表示它指针是常数，指针是常数的话，它是 top level，对不对？常数 int 的就是 low level，没错，就是一个指针指向那个常数。you want the deduce type to have top level counts. We must say so. Is that is precedent? 我们继续明确的这样宣告明确的，如果我们希望评估出这个具有一个 top level counts 的那个型别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像下面这样明确的宣告。我想要推断型别是顶级的，我们要把它写在这边。cos auto f 等于 ci。Deduce type of ci is in f has type counts in。如果我们希望推演出来的型别有顶层扣，我们必须明确指出。F 有型别 counts in。
关键就在这里，前面没有再加性别啊，没有再加 cons 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推测是 top cons 啊，前面还要加个 cons 就对了，因为前面它这个都没有加 cons， 只有这里有加 cons， 前面就直接 auto， 后面是一个 specify， 后来 identify， 也识别项或变数名称。嗯，关键是在这里，看我是要放前面。Reduce type of CI is in. F has type counts in.We can also specify that we want a reference to auto reduce time. Normal initialization rule still apply. 我们也能指出我们想要对自动推导型别。Auto reduce type 的一个参考，一般的初始化规则仍然适用。我们也可以指出，希望一个参考，一个对自动评估的物件，自动评估型别物件的一个参考。我们指出来它是什么型，一般的初始化也规则依然适用，依然，嗯。我们也能指出我们想要被自动推导型别，这叫自动推导型别的一个专有名词，自动 auto 它也是用，它没有用斜体啊，它这里为什么用破开体中 auto reduce type 的一个三码。一般说，我们也能指出我们想要。对，因为他这个翻的有问题。什么叫我们也能指出？嗯，我们也可以 specify。希望对一个自动评估型别的。一个参考，我们可能也不是要指出了，指定了，就是我们也想要定义一个对自动评估型别的这个物件的一个参考。Specify 这里是指定的，对啊，就是等于是 definition 啊，一个宣告而定。那一般的这个初始化的规则也是适用。那 auto 你看吧。对不对？那参考吧。CI是 comes in， 用它来初始化了 auto 放在前面。
那个参考就会是。counts in 嘛，啊，G is a counts in 的参考，没错，L is bound to count 与这个 CI 这个物件是系列的，没错。然后接下来 auto 就是一个 ampersand H 等于42，那 H 是一个 int 参考，它用42初始化，这就 error 了，错了，等一下。这就是这哪里错？参考不能用长值，一定是变数物件，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才说一般初始化的原则在哪里？你在参考那里51页，参考的对象，对不对？一定要是一个对象或者物件嘛，对不对？你看51页这里，对，就在51页，中间那一行，2.4.1探讨这个关系。我们现在的已经是2.5了，一个参考只能细节是一个物件，2.4.1那里探讨就是说。你对一个参考的更改值，对不对？会影响那个长值，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在编译器里头，它其实参考那个有没有它转换它隐含的怎么样？对，所以你看它这里说一个参考是51页中间右边，一个参考值可以细节是一个物件，而非一个字面值 literal 或更一般的运算式的结果。这里42就是一个字面值 literal，对不对？We can bind a plain 一个纯的参考去一个 literal，对不对？就是这个字面词，这就是他说的 initialization rule。我们前面学过了这个初始化的规则，初始化一个参考是不能只能用物件，不能用字面词或运算式的结果。counts，你看它 auto 前面加 counts 就是对它 top level 的 counts 等于42这 OK，auto 参考41，we can bound a counts reference to a literal 可是规则我们好像前面没有我们可以将一个 counts 参考细节值一个字面值，所以参考不是完全不能细节值字面值啊，对不对？这就是他说的2.4.1涵盖的例外嘛，是不是这样？61页。你看他61页。倒数第二个那个程式码例子，int 参考 R4 等于 R 乘以2，它的注解是错误，R 是一个 print 那个普通的普素的这个参考，不是 counts 的参考。如果是一个 counts 的参考的话，就可以细节到一个运算是 R 乘以24，对，或者一个字面值，这个好解。那这个他用一个字面词，那这个参考 auto 不知道是什么，
它一定是 int 嘛，那 int 前面加 const。这是一个底层的，不能被忽略。啊 ，low level 的 count。When we ask for a reference to an auto。The deuce type, top level counts in the initializer are not ignored.、请睡觉了，明天再来吧。那可能顺便看看他这个会被当掉，至少他影音不同步的问题解决，就看他稳定度了。我们少造业多念佛，大家道念清净啊，夜梦吉祥，阿弥陀佛。对，现在是长这样子。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看七加加。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这个也顺便测试他这个这次更新之后会不会像之前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又当掉。当我们这个中文版是69页，刚好，刚好变70页，昨天刚好六几个圆满。可是69前面这个，我想试一个东西，就是他说将一个长值的 reference 指定给一个字面值是 OK 的，我还是很怀疑的。接下来是页70。我得实作看看。真的没什么错。那如果这样呢？有这种东西吗？因为那个不行，这里倒是没有错，对不对？非常数参考的处必须是左值，所以它一定是要一定要 I， 是不是这样？这样就没错了。哇，完全没错。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啊。可是差，你看还是有过时的用。重复定义这个小文。过时用。已忽略参考上的限定值。参考上的限定值大概就是指这个了。我们先停在这里，你点两下，你看它会跳到这一行，就是出错的地方。它这有第十行吗？第十行出错。所以这是过时的用法，已忽略参考上的限定值是不能这样用，可是指针上的还可以用，对不对？那这个它就不能用长值去给它初始化，我们却可以。那可是。count 写在后前面 ，count in 的参考，所以这些的型别，原来我们是 auto 嘛，那 compiler 编译器给我们判定就是这些的型别是 count in。参考，然后 L 是 int 参考，我的话让他去判断，所以你看
cos 真的是被忽略。那它为什么被忽略？因为它这是 top level，top level 会被忽略，这个是 low level 的 cos 才不会被忽略，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根本就跟 cos 无关了。那我们试试看，对 L 去做一个指定的话，可以。我们如果说 L 等于。六的话呢，会指定值，在此这里 L 现在是四，真的就变六了，所以它是可以被互写的，所以你这靠是没有意义的，完全就是被忽略。那 J 呢？所以我对 cos 变数进行指定分了，因为它是 cos， 而是 cos 它就不能被改变了，所以这一行是错的，是三行对，这是警告，第四行，所以一个常识的参考其实就写在前面。不是写在后面，跟前面我们学指针写在前面的跟写在后面不一样，对不对？那在参考这里是，你写在后面是被忽略，他就 不把它当 cos 来看待。好，接下来我们新的进度，当我们。A div type top level counts in the initialize are not ignored、当我们要求一个参考是参考到一个 auto deduce type、自动判别评估型别的，然后 top level counts in the initialize are ignored。那个，他这里意思大概就是我们刚刚实做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就是，这就叫 top level counts， 这个，那果然是在这个 initializer， 是 are not ignored， 不会被忽略。通常 cons are not top level when we bind a reference to an initial. 通常 cons 不是顶层的 cons， 当我们系连一个 reference to an initial， 系连细节一个参考到一个初始器或初始设定时。当我们请求对自动推导型别的一个参考，初始器中的顶层不会被忽略，如同以往，当我们细节一个参考到初始器 ，count 不会是顶层。细节一个参考到一个初始器就这个嘛 ，count 不会是顶层，你顶层我们刚试过，它也是被忽略。那他前面是说，当我们他的翻译不好，请求对自动推导型别的一个参考，初始竞争顶层不会被疏离。这没有意思啊。而且我们这些
一个参考，这个参考是针对这个自动，还是翻成自动推导型别也可以啦，自动评估、自动推测的型别的一个参考。然后它的顶层的 cos 还是初始器中是不会被忽略。他这一句话讲的可能是这个例子，可是这没有 cos， 没有顶层的 cos 啊，只有这个有 cos。这个是承接前面 C 啊，对了，这个就是对 CI 是对一个 cos 的那个 CI 前面也是那个嘛。CI 前面也是 auto 对不对？它都承接前面的，没有啊 ，CI 是不是 auto 啊？是这个是 auto。它应该是讲这个意思。它 level counts 应该是指 CI 本身是一个 top level counts、这里我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只能揣测、哎呀，不能转方向。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刚刚那个脸书没有给他设好。当我们定义数个变数在同一个程式式里头去定义数个变数的时候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 reference or a pointer is part of a particular decorator.And not part of a base type for the decoration.、当我们在一个陈述式里头定义多个变数，必须要牢记的是，一个参考或指针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宣告器或宣告陈述式的部分，而并不是。一个基本型别的部分啊，对那个宣告来讲的话啊，它其实是 decorator 啊，宣告单元、宣告陈述式 decorator 却不是基本型别的一部分，通常。通常那个初始器初始程设定是必须提供一个相对应的那个 auto deduce type、那个相对应的那个自动 consistent deduce。等我们翻译就说，当我们在同一个数据中定义数个变数，要记住的一点是，参考也或指标是特定宣告器的一个部分，而非该宣告基础型别的一部分。我们理解完全一样，就如同以往，初始器 SU9 的功能，初始器必须提供一致的自动推导型别。
总之，这里行别都要讲究的意思了哦，这就是最的重点所在。行别不能马虎啊，要相对应啊，是的，一致的 ，consist， 用一致的来翻 consist。consistent。Alt OK 等于 C， 来，一个参考用 I 来处理。大概这个 I 又是从前面来的啊，一个 integer。可这个参考的型别也是 Alt， 就是让这个编译器决定。K is an int，C I 是个常值的整数嘛。然后哎 ，k 在 in， 可是呢，一个 in， 然后 l is a in 的参考，没错，对 in 的参考，因为 i 就是 in 嘛。我们知道这种，它这个 I 的命名就取 int 的第一个字母。Auto，M 这个参考是设定成 CI， 以 CI 要初始化，然后 P 这个指针是设定成初始化为 CI 取值啊，取这个位置。所以这里的 P 这个指针是什么型别？既然对 CI 取值的话。CI 是一个整数的常值的这个整数，啊，对它取值，当然它的型别要跟它取值的型别也要一致，所以它是一个常值的整数，指向常值整数的指标 P， 啊，那 M 是对于 CI 这个常值整数的一个参考，所以它也是一个常值的整数。对于它参考，它指向的也是一个常值 count， 可是这个常值是 top level 顶层的，所以可能会被忽略掉。刚才是不是这样 ？M is a count in 的指参考，没错，那个对 count in 的参考。Is a， 然后 P 呢是一个指向 count in 的指针，对吗？对不对？跟我们讲的是一样。接下来这个是错的 ，auto 参考等于 i， 那参考 n 等于 i， 然后指针 to P， 2i 和一指。这错在哪里呢？错在这是常数的，这是非常数，这里不一致，对不对 ？CI 和 I 这个非常数，这个常数，所以这就是他讲说和之前一样的啊，这个初始化只要写在同一个陈述式里头，它必须提供。一个相关一致的这个自动判断型，这个自动判断是 in， 这个自动判断是 count in， 就不 consistent 了哦，所以错应该是 type deduce from i is in， 对不对 ？type deduce from ci 这个取值它是 count in， is count in， 所以 in 不等于 count in， 它就不 consistent 了。很好，接下来是练习。2.33 了，太好了，我们2.5.2这里讲这个就圆满。2.5.1是型别的别名，2.5.2是 auto 型别指定符。练习2.33。Given a variable definition from this section， 从这个区段里头
使用的一些变数的定义。决定，在这些指派指定，指定值的过程啊，每一个指定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来评估一下，评估啊，决定，测定，他说 dissection 应该就是这一款 ，A 等于四十二，句号，好，报告就是 B 等于四二 ，C 等于四十二 ，D 等于四十二 ，E 等于四二 ，G 等于四二，什么意思啊？用这个 different 方从这个区块定义的变数，然后呢，决定 what happens in each of these assignments， 什么东西啊？A 指派为是这样，哦，对不起，这里的 section 就这个啦， 2.5.2 这一节里头啦，啊，这一区块节里头的一段区块，啊，好像我们那个路比较长的第一个 section 第几段第几段，在我们这一段用这个定义数的变数，啊，然后。变数的定义，然后决定 A、B、C、D 指定。可它这里有指定 A 吗 ？A、B、C、D 哪里？这个区块哪里有指定 A、B、C、D？ 哦，这里了。哦，就这个了。所以这个也是造弄啊。那这个我们就用 OCR 的比较快。我们试试看哦，勤快一点。资料串流竟然倒了，还是 drive drain， 对啊，对 ，ISP， 啊，就把我杀掉，啊，读不了，他就给我直接给我杀了啊，ebook。好西啊，七，我怎么会变成开音乐机？这是2.3.3。它定义可能，它定义是在 A、B、C 那个的定义 definition 是在169页，没在。Auto I P K 不是这里 ，Auto A 啊 ，In， 那这里没有晃晃。I 等于 R 等于 I， Auto A 等于 R， A 是一个 In， R 是 I 的一个别名，它有型别 In。Calls in CI 等于 I，
哦，西雅这个参考的那个西雅的初始，auto b，西雅 b 是一个 int，西雅中的顶层 count 就给我起，对不对？所以它是根据 CI，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哦。根据 CI，CI 是顶层的，那 count 是被丢弃嘛？所以 CB 的话在推测的 deduce 过程中，它根据那个顶层 count 是被丢掉。然后 C 等于 CR，CR 是一个 int，CR 是 CI 的别名。去看是顶层的，也是会被忽略掉，所以它只是 in。那 auto d 等于 i 的取值，d 是一个 in 的指标，一个 in 物件的 ampersand 是 in 的指标。这个不是取值，哎，没，这不是那个参考 reference，这是 address of 一个物件的 address，对一个物件的取值是 in 指标。然后 auto e 等于 c 的初始化 initialize ci 取值，那 ci 是 count enter，对它取值的话，就是一就是。count in 的指标啊，一个 count 的物件的参考是第一层的，所以关键就在这。我们刚刚不太懂，就是这里。第一层的 count，一个 count 是物件的参考，是第一层的 count，所以它对auto e ci 取值，这个，我这个不参考啊，这个取值。一个 count 物件的取值，如果 count 物件的取值的话，它是，对啊，对它取值当然就是指向它嘛，对它是一个指针，所以它当然是第一层的 count，就好像我们定一个指针前面会加个 count，然后 type 嘛，哦，性别。如果我们希望它出来前面有顶层的 count。我们必须明确指出 count outer f 等于 ci，ci 推演出来的型别是 in。F 有型别，好是 in，这意思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这种参考是对自动推导型别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初始化的原则和规范还是适用的哦。
他说现在这个。A 等于42的话，哎呀，A 等于42就是，用这里的定义，如果给它一个指派是 R 的参考，那 Auto A 是用这个 R 这个参考来初始化的，R 的参考是用 I 来初始化，所以它是其实 R 就是 I 的别名嘛，R 是 I 的别名，A 当然也是 A 要用 R 来初始化，所以 A 当然也是 I 这个 in 的啊，这类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它是可以被指定，它没有 cos 的嘛，所以42，a 等于42的话，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没什么事啊，就是 a 还是42，它就从原来的一变成42了。你看，没有错误，AL 未宣告。这里有错哈，所以它这个是 I 嘞，还不是双斜线。只不过它是变成斜体的，所以我们以为是斜线。铁管啊，不知道，应该没问题啊。你看这时候，哎，你看吧，没问题。这时候区域变数 A 是多少？A 是零。哎呀，对不起，A 是零的。A 就是 I 嘛。A 是用 R 来做那个，所以它的型别是对 I 的一个参考。A 是不是 in？它型别是 in。他用一个参考来做初始，他并不是硬的参考，他用参考做初始化的话，那就是，这个好像前面学过，我去忘记，他不会是参考，很好初始化。然后走下面这一行就一定 A 就改成42啊，现在是零，对啊，什么都没事。可是接下来呢？全都等于42啊，A B C D E A B C D E 没有 F 有 G，G 我们还没出现。G 在这，F，所以他说，所以你看，当 F 等于 CI 初始的话，G 是一个 count in。参考细节到西安，auto h 等于42是错误，我们不能将一个普通参考细节字一个字面词，house auto j 等于42 OK，我们可以将一个 count 参数细节字一个字面。
一直到 G 嘛，啊，B 现在还没有命名，所以一定要移到后面去。B 等于42的话，B 是 CI，它的定义初始化是用 CI 来初始化，CI 是 counts in，所以 B 也是 counts in，对不对？啊，对不起，对啊，在 auto 的过程中，苹果的过程顶层被丢掉，所以它不是 counts in，它还是 in，啊，顶层 counts 被丢去，所以它是 in。它是 in 的话，b 原来是 c，i 是多少？counts in，c i 等于 i，i 是零嘛，所以 c i 就是零，所以原来 b 在这里是零，初始化的时候它是零，initialize。22行，这是错误的，它已经说。无法由 in 转换为，只是它这里的错误信息。然后课本的这个，换句话说就是，你既然无法由 in 转换成 in 的参考，意思就是一个参考无法转换到一个字面值，是一样的。一样，我们继续。我弄太快了，跳过头了，重新开始。但是有用重新开始啊，是不是觉得没用就？哎呀，弄过头，停在 B 这里了，啊。啊！B 这个时候是一个零嘛？B 现在还没有初始化，初始化的时候是零，四十二就改四十二，因为它看我是被省略了。那接下来是 C 如果要变四十二的话，会发生什么事？C 是一个。自动评估的啊，auto deduce type，然后 CR 是一个常值的参考，CR 是对，是一个参考，它是用 CI 来初始化，对一个 counts in 的参考啊，CR 是对一个 counts in 的参考，那 auto C 的话，用 counts in 做参考的话，那 C，R 用 CI 做初始化，所以 CI 是 CI 等于 i 嘛，i 等于零，所以还是零。所以这里是零，可是它的型别是什么呢？CI 是 CI 的别名，CI 就 counts in，其 counts 是顶层的，所以 C 还是一个 int 而已。那对 int 就是 counts 也是顶层的，所以顶层的还是会被忽略嘛，在经过 auto deduce 的时候，所以它 CI 还是不是 counts 还是可以被更动。这时候 C 是零嘛，四十二对不对？那 D 角也是四十二的话，D 是对，应该出现错误了。I 的这个取值，那 I 是 D 就是一个指标了啊，指标怎么可以给它四十二？不行嘛，对不对？
第十八行错的是，我排指标是 in 的实体，对不对？ in 这个指标是，人家是指标哎，一定要是位置。对，你如果四十二取子就可以了。哦，不能，对不起，不能对长值取子，是不是？对呀、啊，必须是左值或函数指示项，不能是一个 letter、哦。指标。是D等于四十二，是不通的。然后那个D等于四十二呢，就是不要。一是对长值整数的一个取值，它也是个指标，当然不能四十二嘛，这也是一样道理啊。然后G呢？G 的话是 CI 的参考， CI 的参考等于 C， 它这里没有出现错误、哦、那就是也有啊，还是有出现错误。不是长值的参考是不能指向长值的嘛、哦、对啊，运算式必须是可修改的左值，真不是G 还是会出现错，在二十一行没错、哦。我第一次有注意到这个行文。哦、G 是一个 const in 的参考，嗯 ，const 对 const in 的参考，而且不是 const、哦、不是 const 的那个，它只是对 const in 的参考，它本身不是 const 的 reference， 不是长值的参考，所以它不能设定为长值的指针，而且它对。Cosin 的参考的话，它参考到的东西也是 Cosin 嘛，你不能改啊。哦、你改了，其实就把 Cosin 这个 CI 改 ，CI 是不能动的嘛，所以他说必须要能够改的，这不行。细、嗯、节到 CI，CI 是不能动的，然后就这个参考当然也不能动。这一题就做完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哦。那个，就是我们努力一点，哇，还有两题啊、哦。好，休息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做到这个习题了。现在是写一个程式，包括了一些变数，还有一些指定。这个放指定啊，放到 previous， 从前面去啊，前面一个练习的变数和指定包含那一些，然后 point the variable before and after the assignment to check whether your prediction in the previous exercise was correct。你的预测，把它列印出来就是要使用。那个 variable 把这个变数列印出来，
在它指定之前和指定之后把它列出来去检查你的这个预测是否在前一个练习的预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如果不正确的话，学习，一直学习现在这个练习这个范例啊，直到你能够说服自己，你是因为什么才会导致这样错误的判断，下了错误的结论。中文翻译版是写一个包含前一个练习中变数和指定的程式。在指定前后运出那些变数，你检查你在前面练习的预测是否正确。如果不是，就研读范例，直到你认为你知道是什么，引导你走向错误结论为止。翻译很重要，我是有点想偷懒，我的进度真的太慢了，光定义这些变数就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如果观念正确一些，我们用读了哈，写一个程式，让它列印出这些变数。可是它前面我们练习这个，它就是有些不能随便指定。指定一个 i 的变数，它是零开头的；那再指定一个 r 的参考，它是以 i 作为初始化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参数，这个 r 的参考，它也是 int 这个型别，然后用一个 auto 的型别指示符，这个是翻成型别指定符了。用到型别指定符定义一个变数，它是用 R 来做的初始化，这个参考来做初始化。R 是 I 的别名嘛，那它其实 A 就是一个 in，然后再让 A 这个他说叫我们列印出来，我们前面已经在侦错的时候。看区域变数就已经看得到了，因为它并不是用那个 Visual Studio，所以它不能看这个，它一定要列印 CL 的，CL 出来。所以在 A 初始化之后，在列印那个 assign 前，A 等于四十二，对不对？A 等于四十二。还有那个。这个 assignment 嘛，等于42之前印一下 A 的值是多少。我说再复习一下我们用的 using namespace，所以这里就可以直接用 CL。这里也一样。执行的啊，不行，这里有个错误。执行到这里，A 的话是零吗？可能啊，印出来是零啊，这时候 A。assign 42，这时候 A 印出来，其实我们看区域变数就知道，A 已经变42，没有，它印出来是42，那其他我们就先略过了，其他都是考你这个型别的这个关系的
逻辑清不清楚啊？这个就投篮先暂停。当然，你现在种下这个因，以后可能就要尝那个果。像我们前面练有些练习还做得蛮扎实的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这是骗不了人的。Produce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啊，去决定一下以下的这个定义里头，每一个定义里头的态，态的预测会是什么？如果是 compiler 做碰到 auto 这个型别指定符，做的预测会是什么？推导出来的行列，从下面各定义中推导出来，对，这个行别被推导出来嘛，后位修饰被推导出来的行别啊，这决定一下这个行别，这个行别是在下面每一个定义中被推导出来的 deduce 啊，在中文翻译这里可以啊 ，deduced。Once you figure out the types, 当你想到它应该是什么行列 write a program to see whether you were correct, 写一个程式去看看你是否是正确的。那我们看一下的 counts, count in i 等于42、那定义一个常值的整数型别的 i 用42来初始化它。那 auto j 等于 i, 然后这是句号，然后结束了分号。count auto k 等于这个参考等于 i, 用 i 来给它做一个常值的参考初始化。那 i 这个时候是常值，指向常值是 OK,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那这时候 k auto 出来它会是什么呢？它本身就会被省略，对不对？这叫 top level 的 count。可是它本身它前面有 count, 所以它还是 count in。k 的话这个参考应该。注意这个是句号，就不要看前面了，跟前面无关。尤其这个的话，照这个来讲的话，这个叫 low level 嘛，然后这个是 top level, top level 由它决定的。那 top level 它这个可以省略，那就不是 count, 或者它本身都是 count。这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它加了一个 count 之后，它可以指定给一个常值，是 OK 的。你用打的哈，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四十啊？一个 J 的变数型别，然后 counts 的 auto 一个参考 k 是用 i 来初始化，再来 eutu 的指针 point 等于用 i 来初始化，又是句号啊 counts eutu j2 等于 i k2 等于 i。这个我们一样，把剪下来，当作前一个练习的内容。现在是2:35了啊，最后一个练习的这一节，这一样。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时候 Z is a constant in，对不对？因为它是用 const in 来给它初始化，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我们就分号给它，框号。这 k 这个 k 的参考哎，它是一个 const，然后 i 是 const 嘛，int 的参考，因为它只要没有这个 const 的话，它没有这个 low level 的话，它只有那个 auto k 的话，那它参考的 i 因为是 top level，所以它不会。我用英文好了。我们用 let，如果没有那个的话，那will be in，它会是一个 int 的，所以你每行都要加这个，你就是要这样，之前好像是这样，加注哈，不行，对，要写在这后面，这样才对。然后这是指针了，它用一个 count in 来取值，所以它是一个不是针，它是 is 什么？这个就是它没有它，没有 top level，可它是用 top level 的这个会被省略掉，对不对？在指派的时候，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int 的子声，它不会是 const，它要 const 可能这里是要 const，它自己本身可能要 count，然后这 const auto j2 等于 i。K two，那 J two 呢？也是，它是用 I 来定义的一个 count auto。它应该是 count in，对不对？OK。参考 K two 呢，也是，它是 const auto，它是一个 const 的参考，const 的参考，const 参考，const in 的参考，因为它用 i 是 const in，这个 top level 会被省略，可它有一个 low level。被保留下来，它是 const，然后它的基础型别是从 i 来的 in，它应该是一个 const in 的参考。然后一样，我们执行到这去看一下它的型别，这里会列出它的区别性。先看 j，i 的话当然是 const in。没有问题。这现在还没有初始化，下一个初始化我们判断它是 cos in time。这错吗？我怎么会？
对不对？因为它前面没有 cos， 所以它只是硬。啊，那这个 top level 会被，哎，我这为什么会错的？后面还讲了透露。那这个接下来呢，它前面有 cos， 啊，它有 low level， 所以它这个 top level 的省略，它本身会变成一个 cos in 的参考。啊，你看它类型 type 这里，啊，会不会像我们 cos in 的参考？现在还没出手，现在知道它是 cos in。K， 对不对 ？Cos in 参考，没错吧？对 ，is cos in。对不对？跟我们预测一模一样嘛 ？K， 啊，那现在 P 呢？指针 P is in， 你看它出来会不会是 in？P。这里，哦，已经还没出实话，他以为他是 cos in， 那为何可以在编译的时候判断他是 cos in？ 奇怪，现在就可以评估他是 cos in 了，哦，因为他是可能是借由这里去评估他可能是 cos integer， 暂时判断他是 cos integer 的指针。啊，所以在复合型别或指定 assignment 里头呢，就他说现在让我们练习 assignment 嘛，在 assignment 过程中，它会转换成 top level 就被忽略掉了，嗯，所以它应该是 in 指针。哎呦，我们错了，是 cos in 指针呢。这里 cos 不会被，这一定是前面我们学过的，忘记了。学喝酒的那害事，所以为什么是 photo 本身有制酒戒就是这样，喝酒那时候很困顿，忘了也困。是不是六七十页中，我们七十页第一句讲，说他那里是讲参考，对不对？当我们对这个要翻请求就有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自动推导型别的参考，所以自动的顶层 count 就不会被忽略，所以顶层 top level count 未必是会被忽略的。这里我们还是要加油，就这里只能作弊，然后看它出来的现在是 cos 一，可是我们可见我们这里学的是零一啦。那接下来这里是 cos in， 因为它这个前面有 cos in 应该没问题。那 k 是 is a cos in 的参考。看看是不是咯，这一行这一图行可以吐，这一图现在还没有，这一图出来了，刚好是硬没错，没有漏气，这部分我们是观念大概是准确，还有部分不行，这一图那 K 图呢
是 cos in 的参考，没错，你看跟我们打出来的，可见这个是指针的意思，这个参考的意思，用在形类型上是这个，用在运算值当然也不是，这是乘号，multiple 乘法好像叫 multiply，然后这个是 ampersand 的，在运算值里头是 address of，取值的运算值，取出来，这里我们是对的了，这里还是不行。想想看，它指针指向那边啊，没错啦。它的意思是，它是指向 cos int 的指针，所以这个指针就是 cos int，可是它本身不一定是 cos 的指针所以它因为这个指针。初始化一定要型别要一致嘛，所以它什么型别 auto 来判断哈，这不是说那个 cos 是 top level，不是从这样去看的，是看它指针或参考的特质。那参考也是嘛，假如是参考的话，我问你，假如是参考，我们来一个，假如是个参考的话。它大小写的分嘛，我们就用大小，然后用这个 i 来做初始化呢，那你看这个时候这个 r 是什么？这时候是参考，它参考到这个，那推测它。它参考它只是它的 alias 嘛，所以 r 也是 cos in 参考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执行到 r 这里看看，r 现在还没有初始化，r 是 cos in 参考没错，是我们对啦，它的让自动。那它初始化用什么初始化就决定了它是什么性别我们刚刚就弄错了，把 cos 弄掉，以为是它 label 省略掉，可忘记了指针跟那个参考特殊性它这里中文的意思或者人的语言的意思是说，对一个 cos in 的指针，对一个 cos in 的参考是这样。好，这样2.3.5就算圆满了。你看我判断的行为好像只有这一个是错的，对不对？其他都判断对了，只有这里我们错了。其他好像都是对的，这个是粗心啊，那不算。这也不能算粗心哦。可是它这里适用的是什么？它这里适用的是 auto，在判断的时候。不是指标或参考就会忽略。如果不是指标和参考，就会忽略。这才用到 top level，对不对？这时候它是 top level counts。我在这个那个 initialize 的初始化的时候，它指派给它，判断这些是什么型别。判断这些是什么型别，这个用 auto 他说的
的 deuce 嘛，啊，推演出来前，它会忽略掉你用 auto 让 compiler 编译器去判断的话，它会忽略掉 top level。这个是在说明是在68页的吧？嗯，对呀、啊。哦，对不起，69页。对，我们再复习一下69页那里，它的编译器的复合型别 counts 以及 auto。编译器为 auto 推导的型别，并不一定会跟初始器的型别完全吻合，取而代之编译器会遵循正常的数字化规则来调整型。首先，如我们所见，当我们使用一个参考，我们实际上使用的是该参考所指示的59会不会是？当我们使用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初始器，该初始器就会是对应的物件，编译器会使用那个物件的型别来进行 auto 的型别推算推定。接下来呢是 auto 通常会忽略顶层的，对不对？对 ，auto 通常会忽略顶层的 count， 就跟普通初始化一样，第一层的 count 会被保留，所以叫普通初始化。例如初始器是对 count 的一个指标时。什么例如这个中文就翻得很难，它最后一句是最前面的这个补充说明嘛，就好像普通初始化时我们看到的那样一样，一层靠的时候会被保留，这时候一层靠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初始器对一个 counts 的指标，初始器如果是一个 counts 的指标的话，那第一层的 counts 就会被保留，那顶层就会被忽略。那应该要讲的是这个，然后后面冒号，中文翻成这样哈，是要修真的。就在第69页，这个我们整理一下，你们以后读的时候要加拉。auto 对啊，这个都在69页。这是最后一句。中文你看他翻的69页，其次 auto 通常会忽略顶层的 counts， 就跟普通初始化一样，第一层的 counts 会被保留，例如初始器是对 counts 的一个指标时，人家英文是这样，你就照英文文法或语句照翻，然后这样。你看 such as， 例如是补充前面那个中文，你这样写，后面又打冒号，还以为下面举的例子，对不对？人家这个是说前面讲不完，后面给它补充。
你看 auto 这个关键这个 specify 的在编辑了，它会通常会 ignore top level counts 啊，就好像在一般的初始化，而是 usual initializations low level counts。你看，这根本的 such as 是补充说明这个东西。对不对？就好像在一般，你看这个话都没讲完，它这是一整句嘛，啊，你看 Google 翻译会翻成这样。像往常初始化是保留第一级的 count， 例如初始化其实指向 count 的自身，对不对 ？Low level are kept。low level are kept， 这是不见题目只见观人，你就知道他这句要不要的。那什么样是 low level count 呢？比如说像，初始器是初始器是用一个指向 count 的指针，对不对？初始化器是用了一个指向 counts 的指针，这时候低层的就会被保留，高层会，是不是？你看这个低层被保留，它就是我们刚刚推的嘛，这个啊，就我们已经捡过来，就只能在这捡。嗯，这个像这个好了，这就是，特别是它不是特别，它只是举例。假如是用指针做初始化，对不对？啊，而且这个指针是指向 counts 的指针，像这个啦，初始化其实不是这个，啊，它指向 counts 没错，好，指向 counts in。那它这个，因为它这个算它 top level， 哎，一个 no。是，嗯，对啊，因为它指向的东西要跟它同一类型嘛，所以它用来初始的就会跟它一样都是 counts， 这时候 counts 就会保留。讲清楚一点，例如初始器是没事，就跟普通的初始化一样，低层的 count 会被保留。特别是 such as 啊。或者如了，例如那个鸟，如初始，若初始器，啊，或者讲述清楚一点，举例来说，若初始器是用了一个对 counts 的指标时。用了一个，我把一个搬前面，这中文才比较懂嘛。初始器小是用了一个对 counts 的指标时，就是这个指标是指向 counts， 不是指标是 counts 啊。
那不是才清楚吗？所以一般，怎么样低层的啊？这一般本来低层的就是被保留嘛。其实就是一个重点，编译器为 auto 推导的型别不一定如何跟初始性的型别完全吻合。69页这句话，然后他翻的还不错，这里，就这一个。什么取而代之？就是 compound by 应该说，编译器为 auto 推导的型别不必完全吻合，相对的，相对不是取而代之。中文是这个意思，相对的，就是与这一件事实相对的，你也可以说相反的，而相反好像太强烈了，就是不是跟它一个脉络下来的，就是编译器会遵循相对的，编译器反而会，你加个反而，这才中文嘛，用中文表达那个意思来传达的完全，那照英文照翻，意思就讲不清楚，人家难怪看有看没有懂。你看编译器为 auto 推导的型别，并不一定会跟初始器的型别完全吻合，相反的，相对的，编译器反而会遵循正常的初始化规则来调整型别，不但不会完全吻合，相对的，甚至是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说甚至是，相反的，甚至是会更怎么样的更怎样的，有没有？中文有这样讲，更夸张的是。更口语一点，这意思就不像你原来料的那样。更夸张的是啊，编译器反而会遵循。你看哪一个比较像中文嘛？虽然英文里头没有这些字，可它意思绝对有嘛。这才是它要表达的整句的意思啊，哪有？把英文录一下，有凭有据嘛，不是我们诽谤的前面。干嘛？这为什么会选成这样呢？一下就要选那么多，
The type that the compiler infer for auto is not always exactly. 完全是造 exactly 就是完全是造 infer 可以管测度 infers the same as the initializers 取代 取代是反之 对不对 文雅一点就叫反之嘛 相反的 只取代的就是不要原来的 要 也不是像你原来想的那个，不是依循你的脉络推下来，反而是另外一种情况，反而是编译器会调整那个型别去符合一般初始化的规则。你看，当然这个中文这个讲的翻的也不错啊，前后顺序倒一下，我刚刚是照英文那个前后顺序翻的。 相反的，其实就不用再讲反了，编译器反而会遵，会为了去，to confirm 翻成遵循怪怪的，对不对？为了去适应正常初始化的规则。 为了去遵循，反而会为了去，对不对？中文更圆满。我为了去遵循正常初始化的规则，反而会为了去遵循正常初始化的规则而。 调整，对不对？我们古文共欣赏，文言文都学过"而"，有时候就是可以分"来"，"一"也是嘛，所以的"以"，对吧？"以通而"又"通来"，啊，这个国文不学好，书到样子方，我们就是赢在国文强，所以翻出来就很贴切嘛，你读。 中文母语的一看就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其实你没有专业知识，对不对？不会看完了啊，到底在讲什么，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好，接下来就是，这个我猜一定是。 declare type specify 这有另外一个前面是学 auto 你看它前面是学 auto 的 type specify 然后这里是学那个所以它前面是 the auto 嘛这里是 the declare 这 decl type 执行结构兼应义嘛它一定是 declare type 第一希尔应该是 declare 宣告型别，所以它这里翻成什么？它没有翻，它这也是 declare 2.3，类型别指定符，前面学 auto， 这里学 那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自行结构兼应义啊，求阳神功率是，那。
票。对，宣告嘛。Declare. Declare. Declare. Sometimes we want to define a variable with a type that the compiler deduce from an expression, but do not want to use that expression to initialize the variable.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会希望去定义一个变数，用一个型别。这个型别是编译器去从一个运算式里头推测出来，可是我们又不希望用那个运算式，去初始化这个变数，那我们前面讲过，它其实都是 definition， 它有初始式嘛，它叫初始化器，对，初始化器，嗯。初始器，它的意思就是我不希望，希望从那个运算式里头推导出这个型别，可是不希望用那个运算式的结果来初始化。这个变数，因为这些缘故，为了这种目的呢，或者类似这样的需求，你看这个才是翻成中文的意思嘛，为了这些 case， 为了这些情境也可以啦，那是翻成为了这种情况也还好啦，对啊，如果这个 case 竟然不翻情况，去翻成事件或什么，我削掉人家大牙，这种才能做翻译词，这个打屁股。The new standard 啊，就是为了这种需求啊，新的标准就引进了。你看这有新标准，second type 第二种 type specifier 型别的指定符。Type specifier 它是叫型别指定符。Type specifier。Specifier。这叫 declare， 我把它只想宣告，不想。初始化不想 definition， 当然就叫 declare type。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第几页？不要复制一个，就等于类似开心视窗的功能。也不错，他这一次终于没有乱给人家当哦。有收到人家或自己也发现问题纠正。上一个更新太扯，他为了加后面那个，结果语音不同步哟。点一下，看它会跑进来。Header， 哦，它跑到这里来。Type specify 型别指定符，型别指定符 ，specify 来的。Deduce the type of the variable or an expression。这是一个型别指定符，这种型别指定符是预测一个变数或一个运算式的型别，是为了去预测，去评估，推断。Deduces。推定。Deduces. 这个
take a tile 回去 return 会传回了 tile is upper， 所以它其实有点类似这个运算子，所以它的运算元会被传回来。运算元的这个型别，你在哪里用到它，它好像一个运算子一样，那你一定会给它一个东西让它去算，那给它的就叫运算元。这个东西的型别会被传回来，它会借由这个编译器 analyze the expression to 它会分析这个运表达时候运算式去决定its type。意思要注意啊，代名词要带谁？这个运算式的型别编译器会分析这个运算式，而且去判断它的型别。但是呢，不会去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却不会去估计、估算，并不评估表达式。这你注意一个地方呢，就是 evaluate 和 evaluate 那个都不同了，对不对？ evaluate 和 analyze 的不同，你看看。analyze 不同。这里反而是单数，因为它有助动词 design 不同，所以这里可见对不对？ evaluate 不是不进行实质的运算，对，会进行实质的运算，应该。评估，他只是分析他的评估。这个 time， 所以它的运算值叫 f 这个函数，然后所以它要加，它其实是。像一个函数一样你头带进去函数需要的参数因数，然后后面一个变数名称，因为型别指令符嘛 sum， 然后它是用 x 来初始化，它不是用这个初始化。那么它前面讲，我希望借由一个运算式算出它的评估它的型别，可是我不希望用它来初始化，对不对 ？To initialize the variable。我初始化这个变数，它反而用 x， sum 还是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啦，sum 这个变数有一个型别是 f 这个函数传回来的，不管 f 这个函数传回来是什么型 ，sum 就是什么型的意思，就是只要是 f 这个函数传回来的，这个 sum 这个变数就是什么型，什么型别。我们前面讲过，你就这个态，这个字要用中文单一的翻的话，就行，抓住行这个字。像我们看到这个 Visual Studio 也是，它虽然都翻成类型的，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区域变数，它跑不掉一个形字嘛。那类别跑不掉一个别字，或者一个类字所以你不要听那个什么 Microsoft 它官方翻类型，你看它不翻型别啊。你看类型规范，它又翻型别，它两个都有，可是跑不掉一个型字嘛，最大公约数，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就听到一个型，就要想到 type 就对了。用生活化一点 ，typical 嘛，一个典型嘛，也是跟型有关。你很有型 ，stylish， 或者 type 就是一个型，一个形象，一个模样。你看，还翻型别，
又分类型，也跑不出一个形式。它自己本身都不一致啊，哦。programming 在程式设计中，在这里哦，它不会去，所以它只是 anal， 它只是去分析，不会 evaluate， 对不对？ Here the compiler does not call f， but it uses the type that such a call will return as a type for sum， 对不对？它不会去呼叫这个 f 函数，但是它会用，它用了这个函数。就好像真的去呼叫这个函数会传回的型，啊，来当做这个 sum 的变数的型别，来作为 sum 的变。来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 ，the compiler gives sum the same type as the type that will be returned if we were to call f。对啊，意思就是编译器会给。这个 sum 一种型别，这种型别是当我们真的去呼叫这个 f 的时候，这个 f 会传回来的型别。啊 ，the way 你看我翻的好还是他翻的，你们可以比较中文本。本来没想到，本来是要以他为准的啊，没想到自己的英文那么好。那我也是前面才跟大家分享嘛，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看原文技术手册，真的也是这样，就是全部都是英文的嘛，很亲切。否则中华民国海军一艘军舰让我玩哦，玩坏了你赔得起？是不是？所以我忘记分享啊，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又吃了点东西，看可不可以晚一点睡。最主要不要喝酒，对，前几天都败在酒上，好累。你喝的时候很尽兴，可是喝完了或者精神比较不好、体力比较差的时候，哇，副作用就来了。所以哦，烟酒这种东西，烟包括雪茄啦，甚至毒品，佛为什么自戒？不是有一个成见说到不好？你科学精神像我这样拿自己做实验，为实践给各位看，不就是真的是这样吗？当他在兴奋的时候，连佛菩萨都不会说他不好。像女性爱也是嘛，对不对？对啊，很爽，很高潮啊。可是高潮完了，你没有空虚吗？不会有后作用吗？副作用或者那个后作用，对不对？The way the care type， 可是他也没有解释这个离析额是什么，我们还帮你解释了，对不对？我想中文文版也没有讲，这应该就 the care 没错了。Handle top level count and references differ subtly from the way auto does。declare type 这个 type specifier 型别的指定符type specifier 型别指定符，它处理 top level counts 的方式还有 andReference 参考的方式啊 ，defer subtly from 啊 ，defer from， 巧妙的 ，subtly from the way auto does， 巧妙的不同。总之，它的对 top level 或者参考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auto， 有一个容耐人寻味的感觉。然后，当 the expression to
哦，这个又是后位修辞，你看，你懂那个就，以前真的是都看不懂，还要背，你看英文老师都背什么啊？这个 to 是谁的 to 什么？是没错啦，反正，那你知道 which 是谁？代名词嘛，代前面那个嘛，啊，补充说明而已。当一个运算式啊，这个运算式是我们用上了这个 declare 的 type specify 这种型别指定符的时候，哎，is a variable。所以它是说 apply 这个 to 是 apply 的 to 啊。当一个运算式，这种运算式我们使用了 declare 去套用它 apply to 啊，这个运算式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 variable 啊，运算式其实就是一个 variable，就变成一个变数啊，视同如同一个变数。declare type returns the type of that variable 啊，所以你看一个运算式，比如说前面讲的那个 function，对不对？它如果套用了前面套用，意思就是这个运算是外面加了一个戴上这个帽子了，对不对？你看它前面那个意思是好像外面挂了一个挂，那个运算式实际上就好像变成一个变数了。然后对，declare type 是传回那个变数的型别就对了啊，它把它好像看成一个变数，然后把那个变数型别传回，including tab label counts and rep 啊。那它传回的这种型别是包括了顶层的这个 counts 和参考 references 都会传回来。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翻译怎么样，现在已经是。哎，刚好70页最下面，declare type 处理顶层 counts 参考的方式稍微啊，那他竟然说巧妙，他翻稍微与 auto 不同，中文这里翻稍微还比较对啦，那巧妙的谁看得懂？稍微嘛，这里是 sub 弹琴。Subtl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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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tly，美语 B 根本都不翻，可是 subtly，subtly，那这个 B 都不发音哦，subtly，subtly，subtly，英语的话就是subtly，美语是。把 TL 变成 TO 了，subtly。In a way that is small and difficult to notice or describe, but important。一种方式是很小的方式，很不容易去了解，留意到或者形容很难形容，可是却也很重要。这个叫。中文的话叫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类似这样啊，这不是很好的。这应该什么？用文雅一点讲的，虽为犹住了。你看，我相信黄先生绝对没有这种中文底。虽然是微小，可是。还是很，有这也是还，还是很显著的，很重要的，不能忽略的，无法被忽略。你看这里直接变成些微，些微是中文的意思，是比较负面的，就没有这个 but important 了。那翻成稍微。当我们套用，这应该说 decor。Declare type 处理顶层 counts 和参考的方式，要注意哦，我们断句可能有问题，对不对？注意它是处理顶层这个顶层的 counts，难道还有顶层的参考吗？没有这个嘛，
所以这个断句应该还是我们原来读的顶层 counts， 没有学到现在没有顶层参考、嗯、所以应该是断层顶层 counts 和参考的方式与 auto 有稍些微却不可忽视的不同。当我们套用 declare type 的运算式是一个变数时，一个会传回给、当我们套用的运算式是一个变数时，是一个变数。当我们套用的这个运算式是一个变数时，我们理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当我们对这个运算式套用了，对不对？你看到、注意它套用的受词是谁？套用 declare 的运算式是一个变数时，套用 declare的运算式，对啊，后位修饰啊，套用了 declare 的运算式 is when a expression 套用，哦，对，他翻的是对的，我文法还是不行，对了，没错。那这个运算式，我们套用的这个的运算式是一个变数的时候，对，它中文翻的对，include 它，然后 declare 它会回传该变数的型别，包括顶层的 counts 和参考。对，我们翻译的对，这里它翻的比较对，对，没错。你知道英文文法的后位修饰吗？所以它传回的型别会是顶层的那个人和参考。所以其实哦，它是说前面是用运算式嘛，像 function 这样，那。他说 declare 那个刮胡，刮胡好像是什么，parentheses 跟刮胡，只要中间是一个变数的话，那他就会传 declare type， 他就会传回那个变数的上层的顶层的 counts 和参考，都会一并传回。参考也会传回吗？好奇怪。这时候顶层的 counts 就不会忽略了，这跟 auto 刚刚微些微的不同。counts in ci counts ci 出来的 cz 等于 ci、然后这个定义一个 counts int cz counts z 的参考是等于 ci， 用 ci， 所以 cz 其实就 CI 的别名嘛 ，A。declare type 套一个 CI 的话，然后定义这个 X 等于零，那 X 型别就 CI 传回来型别 ，CI 传回来当然是，就是它的 tab， 它本身是一个常值，它就是一个 tab level 的 counts， 它会传回，所以它是什么型别 ？X 在 deduce 的时候，它是一个 counts in 的型别。还是 type counts in， 对不对？然后如果是 cj 呢，它是一个变数，可是它是参考，y 等于 x， 用 x 来把它初始化。那它这个到底是什么型别呢？counts in 用 counts in 来初始化，那它传这里传回来的型别 cj 就会是
该还是它顶层的。这是它第一层哦，还不是顶层。在参考的时候，这是第一层，对不对？啊，顶层它是不是嘛？它没有，所以它就会哦，它是说传回参考，就是 Y 其实这时候也是一个参考啊，一个 compound time， 所以我们可以推知道它的 deuce 结果 Y 是一个参考。这参考是什么型别呢？想想看，顶层的，这是它底层的 count in， 那它顶层的是不是 count 嘛？所以它传回来的应该是就是一个 int 的参考，是不是 count in 的参考？还是有 count in？ 所以它会传回参考啊 count 顶层的。哦，它 counts in， 还要 counts in， 就是对这个的读法应该就是对 counts in 的一个参考。And is bound to x， 啊，是细节是 x， 这是初始化，可是它确实是有一个，那 x 是什么呢？ counts in。对不对？那可以型别跟它一样，那只是说它作为这个 Y 作为 X 的一个影子啊，它只是不是实体物，它只是一个很好，一个 Hair Type CJZ。那如果是 CJZ 的话，它没有一个初始化 ，Z 的话就是有一个Count In 的参考。The error， 你哦，可是参考它却没有一个初始式是错的啊。你是一个参考 ，and must be initialized， 它是一个参考，一定要被初始化啊。这一条规则是在参考哪里出现的？复习一下。参考一定要初始化。好，这是71了，参考一定要被初始化。Because CJ is a reference， 它是一个参考。Declare type CJ is a reference type， 啊，所以 declare CJ 传回来的就是一个 reference 参考这个型别。Like any other reference， 啊，就好像其他参考。Z 这个参考 must be initialized， 一定要被初始化。It is worth nothing。That the character is the only context in which
a variable defined as a 哦，我这个荧幕已经快不行了。The reference is not treated as a synonym for an object to which it refers. 啊，这是 declare type and reference 啊，这个 type specify 和 reference 的关系啊，这要精读的。如果这个 declare type 这个关键字是在这个变数的定义中的前后文里头唯一的一个这个修饰符的话啊 ，specify。啊，这个变数是被定义成一个参考。Not treated as a cinema， 同义词吗 ？Synonym for object to看一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假如这个。参考没有被初始化的话，只有一个 declare type 它是没有什么意义。其实不能被初始化总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参，值得注意的是啊，值得注意的 ，it is worth no 啊，我看成 nothing。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荧幕真的要换掉，它好像里头发霉，太夸张一个泡泡泡泡。Sony 的萤幕一开始买就有一个坏点，已经那么多年这样，开始外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定义为参考的变数不会被当作其所指示的物件之同义词的唯一情境。你看这种翻译谁看得懂啊？我七十一啊。值得注意的是 ，declare type 是定义为参考的变数，不会被当作其所指涉的物件是同义词的唯一情境。用情境来放 context，
我天哪，这个像谁看的蓝色什么意思啊？看得懂的帮我解释一下啊，中文翻我完全就照英文去翻，谁看得懂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啊？它是一个 Decay is the only contest， 这 contest 是什么 contest？ 是一个变数被定义的，当作一个参考被定义的。It's not treated as a synonym， 而且这个变数意思它对主词是这个、啊，is the only contest。For the object to which it falls， 这个 it 是 reference 啊，哦，这 reference， 因为这个变数是被定义成是一个 reference，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的东西。直播坏掉了，我们这一集也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哦、等一下这一句完了是下面嘛，下面就是我们下一集再那个了、哦、本来想再晚一点睡，那既然刚好说的直播停了，他这应该是这样嘛，他文法是这样，他是唯一的情境，这个情境翻 context 好奇怪，嗯，然后是这个 context 是is the only contest in is not treated as a synonym for， 在这里头一个变数被定义成一个参考的变数，唉，这是连在一起读的，所以你看断句很重要，这连在一起读的，这个是它的主词，意思的主词是这个。你看哦，九阳神功好不好用？它这有几个意思？有两个。Is not true。找对主词嘛，对不对？先抓动词，找对主词。这主词是 a variable， 然后这个要顺便。这个嘛 ，a variable defined as a一个被定义为参考的变数，
is not treated as a cinnamon 啊，它是不被当作这个 synonym for 啊，那介词 for 是 synonym。The object to which it referred 啊 ，it 就叫 variable 嘛，它不会当成这个它参考的那个物件的一个同义词啦。就值得注意的是 ，decorative is the only context is the only context in which ever 这个时代的 context 还有什么意思啊？不能翻情境怪奇。值得注意的是，定义为参考变数，不会被当作。这怎么会不会 ？Is not treated 啊，不会被当作其所指涉物件是同义词的唯一情境。应该说。意思应该是只有在有DCL type才有机会不必是他所参的同义词啊，对，别名嘛，或者别名 area，这时候也就这时候他就不是。也只有在这个情境，也只有在这个情形下，一个参考才能独立于它所参考而存在，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而被使用。因为它只是 n， 对不对？当这个之后，它只是判断它的型别，对于参考所做的任何运算，这个在前面有。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他应该要讲的就是这个。对呀、啊，什么情境？你自己看，翻的这样谁看得懂啊？意思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对 ，career time 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 chance 啊。那这个唯一的一个上下文，陈述式嘛，表述式的上下文。啊，那个上下文是一个章法被定义成那个那个变数被定义成一个参考啊，就是一个参考的变数了。是不会被看作是他所参考对象的一个同义词啊，行了。他这个时候可以和那个 object 不扯上关系了啊，代名词。这个时候这个参考可以。对嘛，一定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时候才可以不用管它的 object 而自己存在，对不对？你这时候用不到，这是呼应前面它那个 evaluate。他只是分析，他不是。evaluate 怎么可能？全字。拼写虚香佛什么时候够这个东西 啊， 啊，对吧 ？Evaluate 和 analyze 不同。嗯，是唯一情境。哎，所以你看他说 only 唯一还加。它原文是斜体嘛，这里是中文版是用标楷体嘛。Only， 对不对？只有在这种情境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呵呵，因为那个定义都是上下文，所以他用 context。哎呀，这样去翻中翻人家书，谁看得懂？接下来还是要精读的。那我们这一集哇，也三个钟头，好快，因为累积昨天嘛，他也没当，希望影音还能同步好。那我们就这一集就到此圆满，下一次再冲。Declare type 和参考开始啊，七十一页。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大道也精进，愿我行阿弥陀佛，刚好十二点。阿弥陀佛。